不正统，城市无门啊，或者怎么样？是啊，那就皈依呗。因为说句老实话，我当年开始也没皈依，我觉得好像是个形式嘛，皈依是个形式。我觉得我成道，我自己去闭馆去看经典就好了，我觉得没所谓这个皈依。对。但这个世界是缘起的世界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一天你说哎，在经典里边受益那一天，你突然你开始愿意可以在佛菩萨面前叩那个头来，那一刻并不是说。 你信了上边有一个佛菩萨在那儿要救你，要保佑你，是因为你对他的品质，对佛的智慧，觉得摄受了，就是被摄受了，就是觉得哎呀太博大精深了，而且那种慈悲，你简直就是说不可，就是说值得你去跪下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觉醒那一刻，你就是让你他就重生了你，就是从佛口中生啊，就是佛的法，就是佛说法让你重生了，就那种感恩啊。 当你感恩这一刻升起的时候，感谢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当你进了寺院，看到佛像，看到寺院，看到三宝，你以前会排斥说是啊，这个寺院不清净，那个僧人不清净，都不持戒。突然你很感恩，因为你感谢释迦牟尼佛，然后他传承的东西你也会感恩，就是觉得真的是不看佛僧面，看佛面啊，就是为了佛法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传承，你愿意做个佛弟子。 就是因为为了佛法永驻，你愿意去皈依，你愿意去做一个居士，或者是愿意，那一刻是你因为你学习了佛陀的智慧以后，你受益了，然后因为感恩所以跪在了那，因为感恩所以哎，所以去做个佛弟子是，所以去供养三宝，所以去皈依佛门，所以去持戒，所以去做一切，是又就是上报佛恩嘛，因为那是佛制定的。 那是佛传承的，因为它代表一个佛教的它的就是形式，我去皈依那个形式，让它继续传下去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那种现在关于密法的那个学的方法，很多就是说一定要灌顶啊，或者是。 有些才能修一些密法。密法的黄教、白教、红教，它的花教，它各有各的传承。你如果学密法，就按照上师的传承去走。哎，他让你怎么，那就应该怎么做。当然说你最好是有福报，遇到一个有正量的上师了，因为观点是需要正量的，不是说说就灌进去。当然说他有亲近传承也可以。当然说，比如说他的上师跟他的弟子3代、3、4代。 持戒都很清净，就很清净，但是没有正量，没有正的那种观点也是从上边留下来的法乳，也是还是起作用的。哎，他没承担，这不你不能承担。哎，他那种观点还是有。所以弟子清净不清净，再加上弟子有没有正量，对这个教法的传承其实起很大作用。所以但学密宗就按照他的传承走就好了。因为现在。 像黄澜他们就是学密宗的，他就是对啊，他走麦垄啊，守观想啊，修本宗啊，或者修加行啊，就按照他们的次第吧。对，很次第。哎，白教啊，大圆满也罢，大守夜也罢，他有他的确切的次第，哎，他有他的教程。那你学了拜了上师，你就去按照走嘛。这个什么叫禅宗这方面，好像就没有这些很严格的这种。 禅宗弟子根气大，直接就是以心传心了。对，啊，大根气，你就喜欢这种。见性成佛，这个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它也是特定的时空点，它特定的时代，有那些弟子需要这样的教授。因为你想，中国禅宗兴起那一个时候。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你算一算，走了多少年了？他的弟子也是生生世世在修，有的弟子不是说一世就能成道的，他生生世世有欲望，有习气，他放不下，每一世玩到好几世的时候不想玩了，玩腻了，他就开始学佛，或者是他只是在学，但是他并不想放下人世间的这些，哎，就是习气欲望还是很重嘛。但是那有一世他不学，那可能修谁修到那一世了。哎，他需要学习这个放下文字下，所以六祖释谢了不识字嘛，一个祖师释谢了不识一个字啊，他要破文字相嘛，哎，甚至喝佛骂祖，连佛像都要坐屁股底下的，连佛都就喝佛像、众生像、法像，哎，文字像这些通通要最后放了，就是佛弟子们已经走到那一步了，弃船登岸嘛，已经到达了。那最后破那一下的时候，拿船来破。他的弟子们可能有的是从小乘开始修的，所以需要很多时间。而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呢，就很特殊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你不要因为佛学2600年，所以很多人可能修了很多事，所以有很多人是复习的。 就是倒着走的，你知道？有的先接触禅宗，然后再接受大乘，然后觉得哎呀太没次第了，觉得自己又搞不定自己行，又开始学小乘了。哎，但是呢，他的最高的指导思想始终是禅，是大乘的。所以他去学小乘，其实是他觉得应该持持戒，所以他是倒着走的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。但这个现象只可能发生在末法或者相法时代，正法时代不可能存在。就是说，都是修习了很久的人复习，他这样子。 哪一块缺，他就又补哪一块补课的状态。哎，所以而且他这个现在修正里边都是跳跃性的。你看这段时间他修得非常好，可能像个大乘菩萨，下阶段他可能啥也不是了，变成凡夫境界了。所以这都是跳跃性的。